哦，花之奖晚会你准备好了吗？可没几天了。哎，有什么好准备的呀？入围了就已经搞得满城风雨了，得不得奖的，我看淡了。你看淡了，我还没看淡呢。今天早上我给你准备的两套衣服，你试了没有？试了呀，都挺好看的。 这两套衣服，我走之前什么样，回来还是什么样？现在是，是什么呀？我穿哪套都好看，哪件都行。哪件都行？那你有本事穿个大裤衩和拖鞋上台领奖啊？我就不信了。快点，拜托。你不是，你知道你自己在干嘛吗？换衣服啊！换衣服？嗯，换衣服，换衣服，换衣服，我让你啊！ 有人来了，按错了。爸爸，快起来！你说说你。 了解人家这个祝川吗？你就跟人住家里了？我了解，他叫祝川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